第日两个幸福人妻兼大肚婆陈海琳同岑丽香一起出席护肤品的活动， Grace 就穿上红色长裙，还要中门大开，明显升级不少、哦、至于香香呢，就踩着四寸的高踭鞋，看见都觉得牙烟啊。两个大肚婆坐在一起，话题一定离不开陀 B 的了，最重要的就是听到他们的老公都好锡他们嘛。我们 lucky 一点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经历这件事，所以男仔其实他都很好的了，他已经做好很多 research 啊，即是买些什么去帮助 BB 啊，令到 BB 会舒服一点啊，令到即是生了之后怎样会令到是啦。唔该晒，我个脑有啲慢啲嘅。你两晚谂嘢好咁你咧，阿嘉文有冇即系都好似阿强金仔添啊？啱手啊，即系帮你谂下。因为之前都有讲过，喺活动嘅时候话佢会煲汤俾我饮啦。咁佢真系嗰晚。他看完單新聞，他說我老婆我煲了湯給你喝、都是瘦肉咯。我看到你的 story 不是你煲的嗎？不是，他煲給我喝，真的第一次，但是跟著陸續都不是就是瘦肉啦、冬瓜啦、金麻火腿啦，即是都清一點的湯的。他之前沒煲過湯的，是啊，第一次煲俾我饮啊，系啊。而讲到好朋友黄祖蓝直播太太李亚男三 B， 问到香香会唔会学佢哋，佢就话怕粗啦，但佢就大赞 B B 真系超得意啊，超级得意啊，好细好细个佢好似，系啊系啊，细粒咪。似妈咪啊，似祖蓝。其实咧，我自己嘅个人嘅 opinion 咧，我觉得两个都似嘅，但系其实又话。又不是不像祖藍的，不過將祖藍所有的五官縮小了，其實放在他的臉上是很漂亮的，很精緻啊。即是縮小版祖藍啊，但是又有 Lian 的輪廓，是啊，兩個都有，很均勻啊，我覺得。